好了，我们来到挂刷这边 ，OK， 然后转角这边，这边加橄榄点，然后肉粽，一颗四十，来算算，40块，很久以前有吃过了，忘记了。下大雨啊，不好拍。我看看，还不错吧？没有辣椒哈、哦，其实吃用就不错了。那里边料还蛮丰富的，一颗卖40块。还行，刚刚打开，然后有叫什么，这样子，然后姜拍庙会，要不要辣椒比较好吃？嗯，就记录一下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拜拜。